好，那沧海啊，这次又买了一张大卡哦。这一次就是因为这一波赚了不少钱哦，那就直接买一波大的，好吧，买一张大卡。哦，那现在就是来揭晓一下是哪一张卡哦，也就是我们本队的。好不好？本队的魏全龙的强打者，就是我们的赫雷拉，490亿的赫雷拉。我那时候买500亿左右吧，但是后来反正就后来又掉一点价。那我们来先来看一下这张卡，我目前它是加7，那。这张卡厉害的地方是它可以守一垒，也可以守三垒哦。好，就直接弥补了我们的缺空哦。那因为阵容的关系，我们把它放在，我们就把它放在 DH 好了。我先看一下一垒是谁，一垒是林奕泉，这个比较高。好，我们把它放 DH， 反正之后再调整嘛。那这张加了之后，我们战力就来到97哦。哦，那我们还是一样，维持一样的传统，买了新卡就是要直接灌到20，然后灌到20平均点。OK， 光加7哦，现在光加7，然后20等就113。那装备我们能穿的就尽量穿。看一下战力能不能来到116，还行。战力会不会98？啊，可惜没有。那我们这个资深把它冲一下，应该就有机会。106，有，那我们战力顺利的来到98哦，哦，那就是继续在保持哦，那目前已经朝着100慢慢迈进了，我相信应该很快就可以达到，就可以达标。好啦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可以按个赞，一个订阅，可以开小铃铛，这样才收到及时发现通知哦。那最后最后。一样就是再推广一下好不好，就是抽那个今年中职的新人卡黄君麟的那一部影片，目前啊那个不是观看数嘛，那目前订阅数是来到了4000，我记得好像是4400订阅嘛，那还差60订阅，哦，就是还差600订阅，还差60，对，还差60。哎，对啊，4400，我大概4420左右啦，我还差80个订阅，我讲错，还差80个订阅，那就是时间快到了，那就麻烦大家订阅订起来，好不好？就可以抽那张黄君麟的亲笔签名卡，今年中职新发售的签名卡。然后第二个就是100亿的，好不好？1000观看100亿的，目前。380观看左右，那距离那个目标还有一段距离哦，也是麻烦大家把那部影片看起来。我破1000就抽100亿，好不好？100亿非常非常多，还蛮多的，大家可以多多支持一下，然后多多看起来。好，那最后最后就欢迎我们这个赫雷拉加入我们的阵容里面哦。就是有机会的话会
看能不能把它练到加10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到这边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